4月30日，有媒体放出赵丽颖官宣离婚后抵达上海的视频，视频中前夫冯绍峰也现身了，两人一同前往昔日爱巢分家。路上赵丽颖一言不发，显得很伤心落寞的样子，冯绍峰则走在前面，也没有看赵丽颖，二人全程无互动交流，看得出感情破裂已久。不久之后，赵丽颖的助理就推着很多行李出来了，行李整理完毕，赵丽颖便乘车和助理离开，与冯绍峰彻底一刀两断。现在开始了吗？不晚不晚，期待和享受吗？挺好的，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自己的生活。